各位歡迎咧，係又嚟到我哋呢個左翼廿一嘅重奪左翼。咁今集咧，其實我哋咧就係會講呢個校園呢個最近咧有好多勞工啊嘅議題嘅。咁我哋今日咧就邀請咗兩位嘉賓。咁首先咧就係阿 Sam 啦，咁咧你咧就係理大嘅呢個學生會嘅前會長啦，同埋而家學聯嘅代表會主席。大家好。咁另一位咧就係阿 Wendy， 咁樣咧佢就係中大呢個基層關注組嘅成員嚟嘅。大家好。咁樣，我哋其實今集咧，點解我哋會即係請大家即係嚟分享呢？咁其實因為咧，最近咧，我哋見到好似有好多即係校園嘅勞工議題喎。如果你話係即係留意啲新聞嘅話，因為咧，其實由差唔多好似即係5月1日最低工資實施之前咧，咁就已經係即係好似職工盟呢個飲食工會啦，都搞過一啲校園嘅呢個外判嘅清潔，即係呢個飲食嘅工友嘅薪酬嘅調查啊，爭取咁樣啦。而去到最近咧，我哋又會見到咧，係呢個中大咧，又即係之前咧又有一個 EMO， 即係呢個物業管理處咧，就有都係有啲工友嘅工潮啦。又之前咧又搞過一啲建築工嘅調查啊咁樣。咁阿 Sam 呢邊咧，即係最近咧亦都即係工會又去即係同大家即係動員個聲援咁樣咧，就係搞緊呢個浸即係理大裏邊咧，就有啲清潔外判嘅清潔保安工友咧，就係有啲工潮話係爭取加人工咁樣。咁我哋見到咧呢兩單嘢裏邊咧，其實就都有好多即係學生嘅參與啦。咁同埋咧，亦都咧係即係啲工友咧，亦都係即係同學生之間咧係好似有啲合作啊，同埋大家去互相去支持咁樣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可以同大家傾下呢個議題。咁不如咁樣啦，不如我就先請阿 Sam 咧就講下其實即係 Poly 嗰度其實係即係發生緊啲咩事啊？其實而家 Poly 嗰邊咁就有個工潮啦咁樣，咁剛才你講得啱啦，就係呢個外判嘅清潔工啦，同埋外判嘅保安員啦。咁但係其實個工潮開始嘅時候咧，除咗話因為長期冇加薪啦，咁今次要求加 5% 嘅薪金啦之外咧，其實仲係有因為政策方面有改動嘅，因為校方方面咧就有表示啦，就話覺得啲工人咧就工友啊成日都請病假請足四日咁樣。咁就濫用咗啲病假，咁所以咧，佢咧就有個新措施，就係本身勤工獎係一個月計一次噶嘛，咁佢又變咗做半年先計一次。咁但係相對地咧，每一個月咧嘅勤工獎就會加多，計翻嘅話加多120元，咁樣。咁但係當然佢提出嘅時候，咁好多工友都好反對啦。咁因為你本身一個月清嘅一個勤工獎啦，咁一拖咗去半年先清一次嘅話，其實會對於工友嚟講壓力大好多，所以在呢個情況之下，其實當然工會自己有出聲啦，咁亦都有揾學生會一齊做，咁喺多次嘅會議傾完之後，咁校方都有啲讓步嘅咁樣，咁但係至於薪金方面，而家就仲傾緊。哦，咁即係其實係件事咧，係咪即係工友咧，即係學校嘅制度改咗啦，好耐冇加人工，咁就學生去嘗試去即係啲工友啲行動，咁其實即係大家個合作係點？即係同埋佢哋而家其實即係有冇搞過啲咩行動啊，或者係去嘗試去爭取嘅咧？其實行動就有好多嘅今次。咁舉例子啦，可能佢哋曾經有校園入面有試過遊行啦，咁亦都有上過FMO， 即係嗰個物業管理處嘅嗰個辦公室嗰度咧去做一個示威嘅。咁亦都因為Poly 個地方幾地理上就係喺近紅磡橋啊嘛，咁所以喺火車橋嗰度咧就有做個街站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啲提升大家可能校內或者校外關注啦，同埋想再團結多啲人嘅一個行動咯。咁學生會中間個角色其實Poly 呢個學生會一半嘅角色咧就係佢哋喺行動上會支援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可能比較多嘅工作就係去約會啊，或者做兩邊中間嘅一個溝通嘅一個渠道咁樣。哦，咁但係其實啲工友咧，即係佢哋本身即係係咪已經係一個工會嘅成員嚟㗎啦嘛？係咪啊？咁佢哋本身其實係即係有幾興啦，同埋佢哋本身其實即係成個即係個緣起係就係個制度即係改咗。咁佢哋即係而家個制度係咪即係取消咗咧？其實個制度而家係冇取消到嘅。咁但係講翻就係學校方面讓步，其實有少少就係講翻佢話每個月會照俾翻個人工叫做勤工獎，勤工獎係啦咁樣嘅嗰個金額啦，但係佢當係一個預支嘅情況。咁如果之後你有放假啲放多過四日啊等等嘅話咧，咁佢就會扣翻。咁呢個坦白講就係其實成個爭取過程之中，雖然攞咗好多力啦咁樣，咁但係效果未必係好完全嘅。咁但係都至少可以令到學校有少少讓步咯。明白。
咁嗱，其實咧就 Poly 即係除咗係即係 Poly 呢一單之外啦，咁其實咧即係中大咧最近咧都係有一啲工潮，同埋其實唔知係最近啦，之前咧其實都有就建築工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搞有發生過啲事啦，咁樣好似係應該係係咪啲工友咧就係、是、因為欠薪嘅關係啦，咁喺校園裏邊咧就即係塞住條路咁樣，咁即係嗰陣時係即係機關組有冇點樣介入咧？咁係即係你講得冇錯啦，咁中大裏面其實都發生過幾次咧工友都係抗爭嘅事件。咁、那個你頭先講嗰個建築工嗰個情況就係話有一個工地嘅工友咧就係、是、封路抗議嘅。咁、佢抗議嘅原因係因為佢已經被即係欠薪兩個月啦。係。咁於是咧喺投訴無門，即係投訴咗好多次都冇回音嘅時候咧，於是佢哋就搞咗一個咁樣嘅抗議，咁啊封咗條路嘅。咁當時咧、那個日子咧係年廿九。點解要揀嗰一日呢？好多同學就會覺得、啊、你阻住我翻學乜乜乜，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根本佢哋冇錢過年，即係個欠薪最大嘅問題。我哋同學好難想像，同學就會覺得你阻住我翻學。是但係對於工友嚟講，原來佢哋係冇錢過年咯。呢、這個係即係對於尤其是一啲好有家庭負擔嘅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嗯同埋因為而家即係我估咧，其實即係工即係建築工嗰個影響都好大，因為咧而家因為三改四，好似下年就開始有好多新同學嚟㗎啦嘛。即係其實對上嗰幾年咧，學校都係做緊好多即係唔同八大院校啊、間院校都做緊好多建築嘅工程啊，起好多新大樓啊，即係去收容，即係去俾提供更多空間俾啲學生用㗎嘛。即係其實中大有即係有即係欠薪事件啦。其實我所知道咧，好似好似港大啊等等或者其他院校咧，都曾經有啲一係由工友去工傷啦、啊。好似有一好似港大應該好似有位工友咧係過咗身咁樣嘅嚇。咁、啊、之後即係中大有欠薪嘅事件。咁其實即係建築呢一行咧，我估就欠薪咧，好似都係即係都算係即係相對嚟講常見啦。咁同埋尤其是今即係而家咧係喺呢個建築咁頻密階段，尤其是可能而家嚟緊佢更加趕工咧，喺下即係再下年咧，即係啲新行落嚟咧，可能咧啲工程進度咁趕嘅時候，可能會更多嘅工潮。咁但係你哋之前咧係咪即係咁啲工友即係追嘗試堵路追欠薪啦？咁你哋工即係機關組啊，或者中大同學其實有冇話再搞啲咩嘢去幫啲工友手咧？有嘅，咁其實當日就有機關組嘅同學咧就係去支援啦。咁之後咧，我哋都想了解翻其實喺中大，因為我哋都知道越嚟越多地盤啦，或者工業，咁我哋都即都需要知道翻佢哋工友面對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咧機關組咧就喺三四月度啦，咁就係分批咁樣落翻啲工地嗰度去訪問啲工友，咁我哋訪問多數問佢幾個問題啦，除咗係關於工資啊，有冇拖糧等等嘅情況之外，就問埋佢哋譬如話有冇強積金供得點樣啊個情況，咁亦都會係啦，最主要其實都會想，因為想招聚翻所有工友，所以我哋都會俾埋張卡片，就係話有咩問題都可以聯絡翻我哋機關組嘅同學咁樣咯。係啦，咁、但係即係咪你哋都有做過一個調查咁樣㗎？調查就係關於究竟喺學校嘅工地裡面嗰、那個有幾多判啦、啊？因為我哋知道法定其實係兩判嘅啫嘛。咁但係可能好多時原來我哋中大裡面都有好多工地係三判㗎啦已經。咁仲有就係譬如話。我哋會問埋究竟佢哋喺大學裏面去面對咩情況咧？原來有啲工友佢係冇得搭校巴，或者廁所係冇得用嘅咁樣。咁我哋都會訪問咗呢啲之後咧，我哋就同校方交涉啦。咁我哋都有開過會嘅，亦都發過聲明嘅。咁就睇下校方嘅回應咯，係啦，就係、明白。咁 EM 即係呢個建築工嗰度咧，咁就即係之前有跟進。咁但係最近咧，好似又係同呢個即係 Poly 好類似喎，即係又係一啲即係物業管理嘅工友咧，又有啲工潮係咪咧？係啦。因為最近咧喺五月底嘅時候啦，咁咧就物業管理處咧，咁佢就拋咗一個叫做調遷方案。咁呢個方案係強制性嘅。咁咧原本咧工友就會覺得原本嘅方案對於佢哋嚟講冇問題，係因為佢哋可以自愿去揀調遷或者點樣。咁但係一強制性嘅話咧，就係佢要每兩年就要適應一次新嘅地方、新嘅工作環境。咁好多工友其實佢本身做嘢已經面對好多壓力啦，佢要同好多所謂嘅客户啦，即係我哋啲學生或者教職員，佢要磨合過，即係磨合建立咗一段一定程度嘅關係嘅時候，突然之間又同你講話啊，你要調去另一個地方。放住每兩年一次，咁所以就有啲工友就覺得唔得啦，就發動聯署反對嘅。咁但係咧，發動聯署之後咧，咁校方都EMO 即係物業管理處都仍然係強推呢個方案。咁於是佢哋就要向多方求援啦。咁除咗向工會，例如員工總會啊或者職協之外咧，咁亦都有揾我哋學生幫手嘅。咁所以咧我哋
學生中大的學生部啊、學生會幹事會和基層關注組咧，就一起去一起去跟進呢件事啦。係啦，咁去到最近的情況就是我哋都不斷係我哋有譬如話學生會有搞過一個諮詢會啦，就係、叫啲工友就係話可以上嚟發表表達意見，咁再加埋一個不記名的投票咧，都見到好多工友其實係反對嘅。係啦，咁去到目前的情況，咁我哋會仲做啲乜嘢呢？就係、譬如話，我哋因為都想更加多去了解，其實室內清潔工友佢面對呢個方案嘅反應，咁所以我哋就嚟緊都會不斷去落區，就去揾翻啲工友去同佢哋訪問咁樣咯。嗯，係咯，因為其實即係好似阿 Sam 同 Wendy 即係講過啦，即係而家即係 Poly 同中大咧，其實都有一啲工潮發生緊咧。咁其實唔止喎，因為咧。即係因為今日咧就我哋都知道咧，即係之前咧浸大嗰度咧，亦都係有個外判嘅即係茶樓啦，叫聯福咧。咁個老細走咗佬之後咧，就拖欠咗好多工友咧嘅呢個遣散費啊，或者其他嘅賠償等等啦。咁咧嗰陣時啲工友因為外判嘅關係咧，佢哋亦都即係係求助無門啦，因為咧佢哋喺大學裏邊。佢哋就係個大學唔係佢老細，佢真正嘅老細咧，法理上嘅老細走咗佬。咁咧向大學施壓嘅話咧，因為咧嗰陣時我哋都知道咧，佢酒樓咧就有一筆按金喺呢個大學嗰度嘅咁樣。咁啲工友就話：喂，爭我哋咁多錢咧，不如攞啲按金嚟賠翻俾我哋啦。咁大學嗰邊就用呢個諸多藉口，呢、這個即係公帑啊等等嘅藉口咧就唔俾。咁後屘咧，即係啲工友亦都會即係搞過好多行動，嘗試去爭取翻，即係因為。要等得個老細俾錢，或者個老細要等得個老細破產咧，可能都有排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學，即係變咗大學就希望要有個責任咧，去幫啲工友賠償翻啦。咁即係咧，我覺得都幾即係近期好似真係好火紅喎。因為咧，其實又有即係中大啦，即係理大又有啦，浸大又有，都係一啲咧，即係啲工友嘅工潮咧，係即係大大小小咁樣。咁其實咧。即係而且當中咧，又好似有好多同學去幫手咁樣啦。咁不如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即係你哋係覺得呢啲情況係即係點解咧？其實會係即係點解會即係會有咁多單嘢發出嚟嘅咧？其實係，嗯，其實我自己本身可能今年係已經第三年做學生組織啦。咁、嗯、其實過去每一年其實都會有嘅，坦白講、嗯。而今年只不過係咁啱近期就係一次過幾單一次過出現咁樣。咁所以你話點解會近期咁多？咁我解答唔到，我覺得一直以嚟都好多嘅其實。咁但係個問題最主要，我覺得係如果講大學內部啦，其實應該係講緊管理層佢哋對於責任個卸膊啦，會話係。因為舉個例子 Poly 啦，咁 Poly 其實佢自己嘅做法咧就好特別嘅。咁佢會攞公帑噶嘛？咁但係咧佢會成立好多嘅子公司。咁透過子公司咧就去做嗰啲服務。咁當有咩事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堂而皇之同佢講一句：呢個係一個商業機構嘅內部決定，所以佢作為學校咧，佢係唔會去理咁多嘅，係啦。咁多數會用呢啲咁嘅藉口或者類似啦，就去推呢個管理嘅責任啦。咁、而同一時間咧，佢哋因為佢哋會好考慮或者好驚招標個成果唔好，咁所以咧喺招標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標書嗰、那個要求啦。多數都是只不過很基本的要求，如果再多一點點的，即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勞工法例從來都是差的、那些所謂保障都是最低都是喊的，但是說就是學校做很高的話我們合法的就覺得已經做夠了，所以當是合約、或者是招標標書等等，那些要求都是非常非常之退守，很多保障、甚至說、其實不難想像你說、可能如果有人突然走了拖延薪金怎麼處理呢，這些全部都沒什麼特別大的怎樣說去處理，那、長期以來 的沒有準備啦，那他都沒有想過會發生這些事啦可能、的時候，那當一出現這些可能個老闆走路、等等的時候，那就會有這個情況出現，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他那種管理的頭腦呢是說一些很古舊的管理頭腦、即是從前那 那些管理是覺得人是一個物件、之後他那些人是一定 是惡劣的啦，他們一定偷懶性的呢，咁所以佢就編咗好多嘅監管式嘅啲措施，咁到而家都冇變，咁結果一推新方案嘅時候，全部多數都係啲更加找緊，更加令到工友面對緊壓力啊，被管得更嚴啊嘅一啲措施咯，咁所以工友一見到嘅時候，咁當然會好不滿啦，係咯，即係如果係聽即係阿 Sam 你講咧，可能其實即係一個即係深層次啲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好似外判啦，因為咧即係照你所講咧，其實佢即係雖然學校裏邊咧係有好多即係要揾一間大學咧，咁有好多唔同服務，咁可能教學又有啦，啲設施嘅管理啊，即係學同學一啲服務嘅提供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理大嘅一個方法，可能佢就將某啲服務咧，佢就即係開間公司出嚟咧，就有公司去包嚟做咁樣。咁即係其實就嗰啲工友咧，
佢雖然都係同樣係幫我哋即係大學裏面 去工作㗎啦，但係咧佢就有兩個等級啦，最少一個咧就係大學直接請嘅，一個咧就係呢個外判公司去請嘅。咁其實因為外判咧，其實我估係喺咁多大學裏面都應該係好似好間間都有咁滯㗎咯。如果我所理解。如果是清潔啊、保安這些呢，就這麼多間院校裡面都是，你們是哪間公司外判的？是我們哪間公司外判，其實都是你大開的，都是開的子公司，子公司來的，是的。哦，因為 我印象中呢，就例如即是這個港大呢，就好像是這個曾力咁樣嘅，曾力咧都係一間即係新鴻基開嘅清潔公司啦咁樣。咁、而即係呢個 City 咧，又好似係我唔知係偉康啊，定係即係嗰啲係啲大型嘅清潔公司判咗出去。咁咁但 Wendy 中大咧，似乎就又好似冇咁差喎，係咪咧？即係佢因為中大咧，我所知道咧就即係雖然啲工人而家都有啲抗爭啦，但係佢哋其實咧就都係中大直接請嘅，唔係外判。咁但係中大裏面其實有冇外判嘅咧？有嘅，其實啱啱講嘅建築工抗議嗰，譬如話好多中大裏面工地嘅建築工都係外判嘅。咁、而外判嘅情況其實我好認同阿 Sam 講啦，就係話個標書裏面其實嗰啲要求係非常之低嘅。咁、而當我哋譬如話發生咗好啦封路抗議嘅時候，而我哋再去訪問工友，原來發現工資係異常地低，即係例如雜工日薪只有500嘅時候，我哋就即係我哋同校方開會，我哋譬如話要求係咪標書裏面可以設立，即係要求承辦商係要聘請勞資關係主任咧，即係可以避免就話欠有、即係一旦有欠薪事件發生嘅時候咧，都有呢個主任去幫手調解個紛爭。但是校方的回应就会跟你说、我们、这些都是牵涉到很多一些合约条款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交、即要同一些律师要再去谈过什么什么什么，你会看到即个态度是即他不会说很主动跟你说、是啊，原来我们的、要求是太过低了，我们的标书要、将个要求门槛提高的，即你会看到不是这样咯。所以、即外判的情況，我哋中大裏面都係有嘅，咁而校方就會覺得其實都冇乜嘢啊，因為連校外都係咁樣嘅情況啦，外判啊，可能欠薪嘅情況都係好普遍，咁佢覺得冇乜特別咁樣咯。因為即係好似即係你哋咁講咧，即係其實因為我中大咧，即係除咗建築工之外咧，即係另一個外判就應該係呢、這個即係餐廳嗰啲噶嘛。因為咧，另外而家其實最低工資就實行咗啦、其實即係咁多間院校裏面，其實你哋啲工友有冇人係攞緊最低工資嘅咧？如果你話最低工資之後就一定有㗎啦，係即係我意思係係咪個個都係最低薪最即係啱啱好攞最低工資，即係飲食啊，或者其實而家例如你哋即係 poly 嗰啲保安清潔係咪攞最低工資㗎？其實當然佢本身有唔同層級啦咁樣，咁但係最低層級嗰啲其實都係差唔多。哦，即係都係即係保安清潔飲食嗰啲，因為我記得之前你哋即係中大都即係嗰啲外判嘅餐廳咧，都係即係攞即係工友應該人工都係即係偏低咁樣噶嘛，曾經，因為即係變咗咧，我覺得即係外判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即係都係同幫啲學生服務啦，咁但係咧即係啲工友咧係分咗幾個層級噶嘛，即係一個就係直接大學請咧，咁可能咧係有大學嘅保障啦，有大學即係跟翻大學啲職級啲薪酬嘅調整咁嗰啲噶嘛，咁但係喺外判之下咧。那些工友咧，佢哋咧就咩都冇噶啦，因為佢哋即係會可能每幾年咧都要重新招標咁樣，所有服務好興噶啦而家。咁重新招標之後咧，咁佢哋可能啲嘢又重新計過啦。咁而招標嘅時候咧，即係阿 Sam 你講咧，啲公司咧佢去定嗰、那個即係學校咧定嗰外判守則嘅時候咧，那個標書合約投標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可能個要求咧就係、是、啊，你總之個服務要做得夠好咯，係咪啊？佢就睇個服務，咁可能喺勞工嗰度咧你唔犯法咁就得，咁變咗咧即係，但係佢對自己啲即係員工咧，佢唔係咁樣噶嘛，即係佢有一個好啲嘅待遇噶嘛，咁變咗咧佢哋就唔會講，唔會理，就淨係睇個服務咁。要求就好低，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就變咗即係外判嗰啲情況之下，佢公司要賺錢啊，要價低者得嘅話咧，咁自然將可能好多呢、這個即係待遇咧都係拉到好低。咁但係即係，但係你哋又覺得即係喺呢個外判其實有冇得翻轉頭咧？而家中大即係你哋咁多院校，會唔會有啲嘢會再外判啦、啊？定係個情況會唔會即係更加惡化，或者會唔會有機會翻轉頭？不過咧，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我哋今節咧。就暫時去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再一齊傾下咧，即係喺院校裏邊外判嗰個嚴重性啦，或者其實嚟緊咧，我哋覺得青年人啦同埋工友之間咧，會唔個合作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再加強嘅？唔該。
係歡迎咧，咁嚟到我哋呢個左翼廿一嘅重奪左翼嘅第二節，咁我哋咧就會繼續講翻即係喺院校裏邊而家咧好多勞工嘅抗爭啦，同埋呢個同學嘅參與嘅。咁其實因為咧阿 Sam 頭先咧，我哋就繼續即係講起呢個外判嗰個政策啊咁嗰啲嘢啦。咁因為我哋頭先咧即係 break 嘅時候都有提到咧，就即係其實啲外判咧係好，其實啲院校咧其實係好似係好睇緊呢個錢啊成本效益嗰啲嘢係咪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同學校傾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著重嘅點就係講緊我哋薪酬嘅待遇點樣，即係當然啱啱講啲話符合法律呢啲，當然佢會講啦。咁但係其實可能當同學校傾，同埋有時候甚至講緊一啲對於公眾嘅宣傳啊，同學生嘅一啲溝通入邊，都會發覺到有很多人都是很衝破不到的那種想法，就是覺得錢就是一切，所以當一些措施基本上是壓迫性的，但是只要附加條件就是薪金提升的話，基本上那些人的支持度就會降低了，即是支持我們去抗爭或者對抗的情況。但是那重點就是我們都會明白到所謂的壓迫不單止講薪酬方面的壓榨的嘛，所以究竟怎樣可以令大家去更加多的一些思考，在一些勞工應有待遇方面，這個是需要做的。因為我覺得呢，即例如你所說呢，就是講緊話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待遇，即係可能咧你 OK 我加人工俾你，咁你其他 cut 就得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其實另一個咧，可能外判咧，即係一個啲學校嘅理念咧，就話我哋咧就用緊呢個納税人嘅錢，我哋要好講成本效益。因為咧外判咧，其實咧佢就話有成本效益啫，其實講到底咧就係慳咗錢啫嘛。即係佢如果啲工友咧係即係我估可能用呢個中大嘅清潔保安做例子，同埋你哋可能呢、這個即係理大清潔保安做例子，人工係爭好遠。可能中大嗰啲咧，可能係應該有成八九千，甚至再高咁啊，隨年之上升。咁可能即係 Poly 嗰啲咧，攞緊人工咧，就可能係得呢個$28左右，之後或者高少少咁樣，就唔會爭好遠。咁即係呢個其實就係佢就用呢、這個我哋啲效益好有效率啦，啲公帑就用得。咁我哋或者啲錢咧，就擺多啲個教學質素提升咁樣咧。於是似乎咧就係可以犧牲咗即係呢、這個即係。啲啲基層勞工嘅待遇咁樣，因為我估咧，即係大家即係可能咁即係覺得勞工呢個議題咁重要，就因為覺得大學裏邊咧，其實即係係一個係最即係我哋最少咧都應該做到一個社會良心噶嘛，即係冇理由咧係我哋即係大學裏邊個啲工人嘅待遇咧，即係啲老師教授待遇咧就可能係好好，佢哋就係最重要嘅。咁點知原來一啲最基層嘅，佢哋都係維持緊成個學院嘅運作嗰啲工友咧，佢哋就係、是、即係冇所謂嘅，佢哋咩人做都得㗎啦，佢地底嚟嘅，佢哋就係、是即係可以用最有效率嘅方法去管理咧，咁就最好啦咁樣。咁即係呢個咧都係一個可能，即係我哋即係見到嘅一個大問題嚟嘅咯。咁但係因為講起管理嗰度咧，好似即係例如即係之前 Wendy 你提過 EMO 調遷咧，其實佢都有啲管理上面嘅理由噶嘛，係咪啊？係啊，佢就個講法咧都好似啱啱阿 Sam 講啦，就係話因為要避免工友會偷懶，咁所以就要定期咁樣去調遷咧，就等你警覺性高少少。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個工友佢日做即係已經做十幾個鐘都冇得停，佢何來有時間偷懶？即係你仍然見到個校舍咁乾淨嘅，咁嗰啲工友可以偷懶得去邊度咧？連只不過話佢哋食飯係得一個鐘，咁係咪話連嗰食飯嗰一個鐘都叫做係喺度偷懶定乜嘢咧？基本上我哋啲中大學生係好少見到啲工友，點解咧？係因為啲工友每一次都要一等我哋學生一放學咧，就即刻要清潔啲我哋個課室啦，跟住清潔完呢度就要即刻去下一個地方度即係做其他嘅工作，根本即係連我哋發現個校方個態度就係覺得佢哋從來都唔會覺得學生見唔到工友係一個問題，佢覺得是正常的，總之工友就是在學生在這裡的時候他就不應該出現的，要等學生走了他才進來做事，這個是他應份。但是問題是如果我自己來說，我會覺得我會都會想跟工友見下面傾下偈，而不是他們忙到死，然後我們學生就覺得我可以享受很舒服的環境是理所當然的。同埋想補充翻少少咧，就啱啱講我點解學校會咁中意外判啦。咁啱啱其實我哋都提過，其實可能最主要其實責任方面嘅卸開啦。因為學校基本上可能你話啱啱佢想資源更加靈活運用或者用得更加好啦。咁但係多數佢講法就係我哋學校咧係辦學嘅，咁所以咧其他旁枝節嘅嘢咧，我哋就盡量唔理啦，咁樣盡量顧我哋教學。咁但係另外更加邪惡少少啦。就是舉例子，可能我自己了解的情況，就是因為其實是有少許像被壓榨的朋友又壓榨人家樣，因為大學呢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講教育撥款不夠，甚至講學額競爭等等，總之導致學校的教育的用的錢是不夠的的時候呢，他們的做法就是為什麼要開子公司呢？這個是很 tricky 的位置，就是他開子公司，
跟住咧，我又將公帑咧就去俾嗰間子公司去服務，咁就做我嘅保安啦。咁嗰間子公司收到嘅錢咧，就係屬於康間大學自己噶嘛，咁佢就撥翻去學校自己用咯。咁透過呢個方法將公帑變成自己錢嘅，再用翻喺自己個位度。咁呢個係我見到都係一個吸引學校想做外判嘅原因咯，同埋自己設立子公司嘅原因。嗯，因為即係其實講到底咧，就即係係要慳錢啦。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外判之下咧，其實係即係雖然咧，可能現實上就係慳咗錢，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即係社會上即係最基層嗰啲工友咧，佢哋係受到好多嘅即係剝削啦，或者待遇唔夠咧，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最後咧，佢哋受害咧，其實個成本咧，即係都係由社會承擔翻嘅。咁不過咧，頭先咧 ，Wendy 你就提過咧，即係啲同學咧就即係其實平時咧可能就唔係好見到啲工友啊咁樣。但我都想問翻大家咧，即係咁即係你哋都即係搞緊呢啲關注校內勞工嗰啲嘅情況咧。咁其實同學嘅即係參與係點？即係佢對於一啲好似話啊，你都唔係好覺眼嘅工友，其實佢哋關唔關注嘅咧？因為其實比較尷尬就係因為你件事咧就係發生喺接近學期尾嘅，咁你話我哋點樣去爭取同學嘅支持呢？我哋都係靠譬如話一開始最先接觸嗰位即係有工友嚟揾我哋幫手啦，咁佢揾係揾學生部嘅同學幫手嘅，咁因為嗰個清潔嘅工友咧，佢係喺學生會清潔部社，咁所以就發生咗啲事就會好自然就揾部社同學幫手，咁而同學之部社同學就再聯絡我哋機關組啦，同埋學生會幹事，咁如果你至於話其實啲同學嘅關注度高唔高咧？咁因為我哋都而家有放咗榜啦，咁亦都即係聯招嗰啲都放曬啦。咁好多我哋就會透過 Red Day 啦，即係我哋中大啲新生會翻嚟我哋中大度登記嘅。咁嗰個情況我哋就會派號外俾佢啦，同埋爭取聯署。咁我哋而家聯署其實都有500多個。咁但係問題係你會覺得呢個數字究竟大定細咧？咁我哋當然覺得。即係仲可以再多啲啦。咁但係我哋就要透過喺網上面啦，譬如話我哋透過 Facebook 等等嘅途徑，就係話首先就係要爭取同學嘅關注先啦。咁然之後再得到佢哋嘅聯署。咁因為我哋希望想多一啲同學係即係關心呢一件事，所以我哋嚟緊都要係譬如話擺街站啦，喺中大裡面就係話即係派多啲號外咯。再其實號外我哋都印咗好多啦，第一期咁我哋可能。繼續做就係話要做第二期、第三期咁。即係其實即係個目的咧，我估咧即係我哋即係想爭取台支持咧，其實就係希望即係個壓力大啲啦。因為咧即係其實工友咧，我估係即係佢哋我哋即係如果係搞勞工運動咧，可能覺得啊，如果工人咧抗爭咧，我哋就可以即係希望可以組織起嚟啊，搞工會去同呢個資方去砌過啦咁樣。咁即係可能喺學校嘅個 setting 裏邊咧，有啲時候係有工會啦，而但係工就算有或者冇工會之餘咧，其實可能同學咧。嘅介入咧，一方面可能係即係最少等啲工人，即係佢覺得個力量咧係強咗，因為啊，原來我一路服務緊嘅人咧，佢都好關心我哋嘅待遇嘅咁樣，同埋咧學生如果出聲咧，又可以即係喺學校嘅壓力咧嗰度會大啲咁樣噶嘛。咁但係咁阿 Sam 你呢邊又點樣咧？同學多唔多關注咧？其實我哋呢邊啦，或者講其實過去關注朋友會有嘅，但係其實坦白講數量唔多，因為啱啱我所講啦，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尤其是學院入面教緊嘅一啲科目啊等等咧，佢都係好推崇緊嗰啲自由主義啊，或者講緊嗰啲管理啊等等嘅模式噶嘛。咁當佢教呢啲嘅時候，咁坦白講，學生佢如果受到呢啲咁嘅影響嘅話，其實佢好難會體會到嗰種我哋所講打工仔嘅心情，即係覺得好理所當然，就係要咁噶啦咁樣。係啦，咁樣咁，但係當之後佢出到嚟社會，佢就會後悔啦咁樣。咁但係同埋啱啱你提到話會揾學生嗰位咧，其實我都同意，因為我哋本身 Poly 嗰邊咧，學生會喺2005年嘅時候咧係有協助一班基層員工啦，佢哋去組織工會嘅。就係呢一班啫嘛。係啦，係 exactly。咁個點解原因係揾我哋？因為正就係因為當工友佢哋團結起，因為嗰陣時其實係發生咗一件事啦，就係話有一班有啲夜間嘅看監俾人無理咁炒，咁所以咧佢哋夜間嘅看監就會好不滿啦。佢哋曾經自己自發咧去做一個集體嘅請假咁去抗議嘅。咁但係後屘佢哋都考慮到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嘅呢個勞資咁嘅結構底下咧，其實勞工嘅保障極低噶嘛，咁所以佢都好驚會連累到其他嘅工友等等，所以唯一個情況之下，佢就需要揾學生會，跟住就希望透過學生會做一個中介去做嘅時候咧，就可以避免好多直接嘅好多對工友嘅一啲唔公平對待啊，甚至秋後算帳等等。咁所以我睇反而喺學生會喺呢啲咁嘅角色上面，會係一個緩衝多少少。咁但係呢一點就好。我覺得好值得拎出嚟傾嘅就係話，究竟我哋學生究竟喺成個公運入面應該企喺咩角色呢？因為當然我好同意，就可能你話學運同公運之間最好有連結啦。咁但係而同一時間，如果我哋講緊幫工友去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自己舉例子學生會
Poly 嗰邊咧，就不嬲好好想就係話我哋會幫嘅，但我哋唔期望會成為一個依賴咯。係啦，咁所以當好多時候我哋多數會做一個中介角色，或者係講緊一個公證人嘅角色去坐喺大家中間。咁我哋都盡量幫嗰啲工友去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啦，等等。不過我又覺得應該未必係即係公證人嘅，因為最少你唔係真係一個仲裁角色，其實即係都係即係嘗試咧，係覺得啲工友咧係有啲道理嘅，係想去幫即係協助佢俾啲渠道佢出聲。因為咧，我估即係我同意啦，梗係唔想即係長期我哋即係最理想咧，梗係希望啲工友咧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可以去砌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喺大學呢個環境之下咧，其實學生咧去所謂去幫啲工友咧，其實咧都唔係淨係話純粹一個即係啲工友俾你幫完就算，因為咧我哋即係理解咧就係、是、即係因為學生咧其實應該係有啲理念係覺得啊，例如大學裏邊咧個勞工待遇應該係好啲嘅，咁而家我哋見到喂唔係咁喎，咁所以我哋就要求爭取改善，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倡議性啲，就見到應該大學應該有個好啲嘅待遇咁去做，咁只不過咁啱咧，我哋而家現實上真係有啲工友啲個案咧，咁我哋梗係因為你爭你嘅理念同埋你現實。梗係要結合噶嘛，嘗試咁，所以我哋如果現實我哋有啲工人嘅運動咧，我哋都會嘗試介入。但係其實即係呢個係學生會啊，或者係而家關長同學啫。咁其實一般嘅同學其實關唔關心嘅咧？即係就算如果唔係放假都好啦，平時都好啦，其實。其實一般同學關心程度真係好比較低，即係多數可能我哋出咗事啦，我哋會寫聲明啦，咁貼文主場等等回應嘅人會有多嘅。咁但係當我哋去 call 一啲 action 嘅時候咧，咁可能參與人數比較少。咁同埋再加上學校之家少錢，咁仲可以令到一班又安心咗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自己都幾憂慮。咁中大嗰度同學多唔多關注咧？即係其他同學嗰度點樣咧？即係你話有頭先例如 EMO 呢單嘢咧，咁都有即係五百幾人聯署啦，已經放假啫喎咁樣。咁但係即係例如之前啊建築工嗰啲，其實啲同學嘅態度係點咧？因為例如咧你講過即係話堵路噶嘛，咁嗰時同學支唔支持㗎？其實其實。我後屘都有接觸翻，如果你話本身冇參與，即係好少參與基層嘅運動嗰一啲同學仔咧，即係我有一個同學就會直情話哇！佢阻路，佢阻住我翻學啊！而家即係佢幾大道理，佢都唔應該阻住我翻學，即係佢個反應係咁樣。咁而我覺得的而且確身邊應該都幾普遍嘅人咧，個反應都係覺得你話幫佢哋即係成日話幫，咁社會係咁噶啦，出邊個社會都係咁啦，成日講幫咩咧咁樣。即係因為呢個我都係都係從好多我喺機關組嘅朋友聽翻嚟嘅，即係我哋都會不斷譬如話同翻我哋自己同學去講譬如話點解我哋參與機關組啊咁樣，咁而啲同學個回應多數都係咁樣，即係都會覺得搞咁多做乜嘢？咁但係我自己點樣去分析呢樣嘢咧？我會覺得其實佢係睇到呢個社會好灰，即係覺得咩都唔使做噶啦。咁如果個個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嘅時候，咁啊大鑊啦！咁即係咩咁？如果一樣改變，個個都覺得冇可能的時候，咁梗係唔得啦。咁即係我哋個心態就係覺得我哋會睇到好多同學會覺得唔關自己事咯。咁正如譬如話清潔工，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喺大學裏面根本都唔見佢哋嘅，所以佢咪覺得唔係咯，冇乜影響，又唔係好關佢事。咁但係好彩嘅都係即係透過譬如話號外呢啲文字嘅媒體咁樣，即係都招聚到一啲新嘅人加入我哋咯咁樣。因為其實好似我估咧，可能學阿 Sam 話齋咧，即係而家我哋即係成個教育咧，可能就好多嘢咧都會好講個人化，即係你要自己努力啊，點點點先可以得。咁咧可能咧啲學生咧就係即係睇啲問題咧，佢都覺得你唔得啊，咁你咪點樣進修啦，揾個份好啲嘅工咪得咯，個老細咁差咁樣。咁但係就可能咧就即係唔會好睇，即係唔會太過即係認同一個嘗試集體去爭取啦，或者認同一個即係所謂我哋覺得係社會性啲嘅一個即係冇咁強調個人，或者唔係淨係即係咁講自由市場嘅一個制度咁樣咯。因為即係我估咧呢、這個其實都正正咧就我覺得咧好似應該好值得喺學校裏邊咧即係想多啲同學咧去接觸，即係去參與呢個勞工嘅抗爭。因為一方面咧其實學校咧就你。不是遠的，即係一些熱心的同學咧，其實根本在你附近咧，就有一些即係係好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的勞資關係很不平等的，有些工友的待遇係好差的，很不合理的情況咧。咁其實呢些咧，我哋就已經可以去介入啦。同埋咧，另外咧，就對於一些所謂頭先即係你哋講一些比較可能即係冇咁即係冷漠啲啊，或者佢哋啲立場可能係真係好覺得好相信個人的能力啊咁樣嗰啲咧，其實就正正都有一個機會咧，就去同佢哋去宣傳呢樣嘢咯，因為咧就係、是。我哋佢哋其實將來出去咧都係打工嘅啫嘛，佢哋都係打工仔嚟噶嘛。即係如果佢哋喺學校裏邊已經可以，即係未必話完全改變到，但係最少咧可能已經可以即係接觸到一啲所謂我哋認為係即係左翼啲嘅勞工運動嘅一啲諗法咧。咁其實可能將來咧
一方面可能壯大我哋即係學生本身嘅力量啦，另一方面其實即係最少佢哋出到去咧，都唔會咧就淨係識得咧做一個即係逆來順受啦，專係要去努力向上嗰種，就係淨係要點樣去揾好工啊，去幫去順個老細意咁樣嘅人啦。其實咁不過咧呢個即係我哋即係希望個學生梗係同工人可以結合啦。但係即係你哋本身其實即係啲工友咧，其實佢哋即係會點樣睇啲你哋同學幫手咧？係咪即係佢哋即係其實有冇覺得你哋覺得佢哋即係我哋？頭先講都係想啲工人可以有自己力量噶嘛，咁、其實佢哋即係點樣睇同學幫手？佢哋自己其實又而家其實有冇啲自己嘅力量嘅咧？我呢邊嘅話，其實即係如果講翻理大啦咁樣，其實工友不嬲都好同意，因為其實長期學生同埋呢個工友咧都有啲唔同接觸，即係可能會有啲送暖到休息室啊，又搞啲中秋晚會等等，去建立翻同學同埋工友之間關係咯。咁所以工友之間雖然可能佢對於一般同學嘅了解比較少啦，但係至少幫開手嗰班其實關係都好好。咁佢哋會知道要有啲咩要砌嘅時候咧，咁會揾學生一齊幫手。咁但係暫時我覺得好好嘅地方就係佢哋唔係一個好依賴嘅狀態咯。佢哋係知道自己要參加，跟住同一時間，但係揾多啲人幫手去令到自己個情況冇咁不利。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咁中大嘅情況就係、好多，譬如話係最近發生呢幾單工潮咧，都會先我哋同學咧先會發現原來我哋係冇乜點樣接觸過佢哋啦。咁所以係啦。咁而你話啱啱講到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嗰啲工人，即係佢哋其實即係點樣睇同學去幫手咧？其實佢哋即係佢哋即係算唔算係自己都組織到起來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就係佢哋咁當然我哋學生幫手咧，佢哋係好感激嘅。咁但係咧，其實好似嗰個 EMO 嗰單，譬如話調遷方案嗰個問題咧，就係我哋都有一個組長咧，其實我哋好佩服即係我哋都好欣賞佢同埋其他工友嘅，因為佢哋都會一齊覺得需要搞聯署啦。首先聯署呢樣嘢唔係學生鼓吹佢哋去做，而係佢哋自己自願發動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我睇到佢哋其實有一個意識喺度啦。咁而之後譬如話同校方點樣去砌咁，其實咧都會有啲工友走過嚟同我哋講話你哋學生唔好咁樣去單挑啲上層啊，你唔夠去應付嘅，因為佢一定會殺走你。即係反而佢哋係調翻轉同你教翻你話，因為如果你想係挑戰校方嘅話，你嚟同我即係試下我扮校方，你嚟挑戰我先。即係佢哋就係覺得佢哋一方面梗係好多謝學生啦，但係亦都會驚咧。學生很容易，譬如話俾上層咁樣嘅壓力之下咧，學生係唔能夠招架咯。咁所以我會反而見到其實工友嘅意識都好好。咁但係因為本身嗰、那個即係嗰位工友咧，佢都係一啲工會嘅幹事咁樣，所以佢呢個意識比較高。咁但係你至於話其他參與嘅工友，佢哋其實壓力好大咧，佢哋都多數即係你而家見到佢哋嘅士氣都會比較低。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透過訪問嘅時候都會鼓勵翻佢哋，即係話佢哋都有即係佢哋有力量去為自己爭取一啲。咁我哋希望呢個意識係即係由學生去再去透過訪問去話翻俾你知咯。所以我估呢個都係即係我哋想講話，即係學生同埋即係工運，即係嗰個即係工人，即係嗰啲鬥爭抗爭嘅一個結合。因為即係咧，一方面可能咧，學生又可以即係喺工人嗰度咧，即係去了解多啲即係工友嘅諗法啦。同埋另一方面咧，其實我覺得學生參與最重要咧，就係可以即係俾到啲工友咧係即係感覺到多啲力量，多啲人支持佢咧。咁最後大家一齊結合，其實。一方面是工友具體他本身的自己的一個待遇，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即是我相信同學都是覺得學校裡面是一個應該有一個好一點的一個勞工待遇，是即是這個是應該 要做到才對這樣。不過呢其實即因為其實這麼多間院校呢現在都有這些這樣的勞工的抗爭啦，其實即你們會不會覺得呢其實這麼多間院校其實有沒有機會呢可以即聯合可以做一些事呢，是即因為我哋講緊即係團結咧，咁啊希望即係唔係話淨係呢個你哋嘅 EMO 嘅，淨係你哋嘅食肆嘅工友嘅。如果咁多院校，即係學生啦或者工友之間，其實有冇啲咩一齊可以爭取做嘅？其實可能而家都好呢一期可能太多工潮啦咁樣。其實唔同嘅組織之間都好似我發覺都不約而同有一個 idea， 就係想整一啲類似約章嘅東西啦咁樣，就希望入邊可能有啲比較前進進步少少嘅一啲條件啊，或者等等待遇等等，咁就期望我哋整完一份咁嘅嘢之後，就要求唔同院校去簽同埋遵守。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因為當中都有啲學生組織入邊啦。咁好好嘅公民同埋嘅一個學運嘅建言嘅方式，其實都係我估呢個都係即係第一步咧，希望咧可以由約章，即係長遠嚟講，一定係要希望工人組織，但係咧最少咧喺
第一步在個招標啦，在外判的約嗰度咧，係加一些限制咧，係令到個工人的待遇咧係要達到某一定的，即係最少我覺得咧要符合翻大學佢本身直接請的嗰啲工人的水平咁樣，先至係叫做一個合理的情況咯。咁嗱，今集咧時間都差不多，咁但係咧其實咧嚟緊咧我哋左翼廿一咧都會係繼續咧就關注翻呢個校園即係勞工的抗爭啦。咁如果咧係即係大家咧係有興趣去即係參加或者係了解多啲嘅話咧，咁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嘅。咁咧今集時間差不多，咁唔該曬各位。